享受。这一次展会呢，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进入中国，非常感谢展方和各位领导人和对我们的支持和展望。可以说明是可以，是的，我们的巧克力在加拿大有30年的历史，而且在整个加拿大和北美的市场覆盖是非常广的。我们的产品配色是 all natural 全天然，没有任何的点精油的，而且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和色素。有一些蜂糖饼干，我们是一个专业的巧克力工厂，我们有80几种口味的巧克力，而且我们200多种品牌。好，谢谢。前方的巴西馆呢，主要展出的展品。幼儿园。